福建话经典俗语。你那个电钢龟不念话学句号，他那给这里是地草是电脑，与天无绝人之路，所以你们要好好读书，以后会有更好的出路。这里也得的夸夸走货啊，一头得的慢工出细活。有哪个同学可以造个句子吗？老师，这个就硬硬做，夸夸走货啊。这个当然回答了，后个的干我。算了，我不巧去了啊。靠墙上不会的不巧去了，你不做会呢。你心里我最该了了。哎呀，谢谢天，最该给他总准给绝了。你该出阿咪阿个做，那本领话高破岗，三年就高路啊。一路得的，这里不会发生，就做好准备。以后嘛，俺跑路王讲得的未雨绸缪啊，丫头不是病，同学还真有命。我陪论的桥，还跟你去路走啊？下家人呐、啊，下家人呐、啊，跑山难，赶跑山我。